老挝的相亲现场是怎么样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我离开老挝摩丁，去往朗兰堂。因为老挝是过年，所以相亲的话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赶紧过去那边目睹风采，顺便给二哥看看能不能物色一个老婆回家。跟大家说，以后有机会来到老挝的话，坐车尽量在这个左手边这里，它有一个亭子哈，在卖票，那里的票啊是比较正规，不会杀猪哈。是一个是10万是吧？对。嗯，20万。谢谢。这是两。30万。哦，给了30万。这个是两个人。个哦。看不懂。看不懂，这上面不知道写的是几点。在这个大棚里面买的这个票，它是价格是比较准确的。那不像我昨天我还问了一家一个开车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要300，然后到这里的话只需要多少？60，两个人60，一个人30块钱，相差有多大？还有三个人？三个人出发的。等于再坐三个人就出发是吧？那我这来得及再吃碗粉吗？吃吧。吃啊，好嘞。老板来两碗粉吧。粉吗？嗯。你们这个是叫做什么？米干。嗯。我们是叫米，我们就是看您这个应该是叫粉。这次去那里你要发挥好啊。听说很多小姑娘。怎么花费？努力呗。我会教你，到时候需要的话我会教你啊。这边吃早餐的方式跟越南那边差不多哈，也都是放一些生柠檬还有生菜放到这里，都是生吃啊，需要烫的话也可以烫。哦，来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一股什么味道？酱料的味道。这是肉丝粉哈，先不要，先尝一下原汁原味的。叶子太大了，放也放不下。都油条吃了。阿姨啊，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吃吧？是这样子吃吧？不会讲啊。好吃吧？还可以。再加点辣椒，看一下。哇，它这个粉呢，加一点辣椒，好好吃。很好吃，没有辣椒的话还没那么入味，可能是江西人。这个是豌豆的苗，你就放这里面直接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，压下去就好像拌油条一样。昨天我3天没上厕所，结果昨天我一口气上了4天的，腹泻了，我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说着凉了。今天好不容易缓过神了，咱们多吃点补回来。多少钱？1万3万。那这都是冰块，这个5万7万。等一下我们就坐在这前面了，保险放上面。这几位大姐的话一直在催车啊，啥时候发车。没有车出路真的是非常不方便。我说等一下我们到达那边对面目的地的话，我想在那边买一个二手的摩托车或者是说电动车，但买摩托车它可能需要驾驶照，但是我没有，那可能就直接去看一看有没有二手的电动车。上车了，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老挝街路边的风景。我带二哥第一次出国，我带他坐上这种颠簸的车，非常接地气的车。不要觉得这种车子是觉得是小面包车，在老挝这种车子叫做长途公交车，人数虽然是载的不多，但是快呀，主打的一个快，节能环保。帅哥，大概要多久能到啊？1个多小时嘛。哦，刚刚大概走了2公里的水路，然后现在就进行了泥巴路，后面的路8-9公里时全部都是这种泥巴路，他们唯一一条火车轨道。哦，上面还写着中国铁路。浪迹了边疆，风霜了脸庞，望不见故乡，
马眼的黄沙，蛙眼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，我就像风飞沙，何时能停下？我向苍天呐喊。他们的家有蛋，黄色的是九五家，2260，这应该是总金额吧？总金额是中间那一个啊。看不懂，你要回去翻译一下。不断的有人上车下车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子颠簸，来到兰塔的省会。现在这个位置是汽车站，那因为在下雨，我们先去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，都整好之后我们去看一看他相亲的现场。前面有个黄色牌子，那个就是酒店了，这个就是酒店。问一下，还要脱鞋啊？你好，这要脱鞋是吧？可以。两个床呢？两个床，对，两个床多少钱一间？25万了，可以看一下房间吗？哦，这样子的房间，嗯。我还是到其他地方再看一看。嗯，好。一样。那个房间太小了，采光这一块也不是很好，100块钱。我们再到其他地方找一找，换过一个。这里是他们的省会市中心。但是真的人呢？高楼呢？没看到啊。不过这里的话，老外还是很多的哈。说起老外，我自己不是来这里就属于老外吗？叫人家叫老外，真的是搞笑。然后在这里还看到了中国的香烟呢。多啊，双床，多少钱？17万。老币。17万老挝币是吧？嗯。好嘞。行，就这里，您带我看一下房间可以吗？看看房间。嗯，哇，这还是可以的，很漂亮。就这里面是吧？两张床的有吗？两个床。哦，有。这个也是17万是吧？17，也是这个一样。好嘞，那就这一个，对吧？就这一个。虽然是一楼哈，但是外面的话全部都是花花草草摆起来，非常的漂亮美观。我们就定这里17万老挝币。需要登记吗 ？OK， 不用啊。好嘞。啊，还可以吧？虽然只是一楼，但是外面的这个感觉很好，真的。拖鞋进来，你看，挤干净啊。哎，还可以。还算行，不错。这么好的房间，17万老挝币合计成人民币就是不到60块钱，就是40-50块钱一间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真的真心非常不错。在口岸那里的话，随随便便一间就要80啊、100啊、120之类的，但是在这边的话就几十块，而且这里还有 WiFi 啊，不像上次那个D哥说的，这里是老挝哪里来的 WiFi 啊，哪里来的光纤啊，没有，那我净被忽悠。而且荡荡不一样。行李呢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去问一下老板，看一下他这里有没有车子出租，或者哪个地方有车子出租的，我们去找一下，因为在这里还是得要有车子更加的方便便捷。有家人们说他很像孙红雷。西瓜保熟吗？哪个地方有租的？他说有专车服务。哦，找到了，刚刚老板说了，在主干道上面的话就有摩托车租用的地方，我们这就去看一看。